这种有米香的，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这种特别香。白茶我好像喝过，哎，白茶我好像喝过，可是也不是太喜欢吧。而且茶喝多了，我那个心跳加快，然后有心悸的那种感觉。但喝这个苦荞茶就不会。而且人每天不是说要喝多少，要喝1升2升水。每个人就是身体需要的水嘛，水分嘛。但是我的话，我就不爱喝水，矿泉水我不爱喝，就是白水我也不爱喝。注意坐相。我是这样坐着的，我喜欢这样坐。我跟你们说，腿翘起来不是说因为是没有素质，而且说是说或者是没有教养，而是我那个供血不足啊。你们没有去看那个新闻吗？你去查一下，盘腿坐或者喜欢把腿翘起来，真的就是由于这个贫血供血不足啊。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老喜欢就是像没素质一样喜欢把脚这样盘起来呀、啊、或者是搭在这个凳子上什么的，又不搭，我这样搭在地上或者把脚放在地上，我感觉好难受，真的呀，你们要理解。